昨天呐，顺昌魁宝的视频有好多姨都看到了。这一大早，连我公司领导都过来跟我讨论后台数据了。昨天是魁宝第一次一个咪自己在家，我看这个最高38度，我就给他留个空调才走的。白天我这个班上了也是非常的紧张啊。下完班以后，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。你还活着，他太棒了。他看见我之后，他就开始呜呜喳喳的吸我，我蹲地上，我被他吸了半个多小时啊。他要啃我鞋上的那个麻绳。评论区有人问我为啥不给他洗澡，魁宝还太小呢，他长毛洗了不爱干，他还贫血体质弱，我最近呢就到家先给他全身擦一擦吧。虽然啊他现在身上看不见跳蚤，不过也保不准有虫卵啥的，等明天体外喷剂到了，我就全家清理一遍。最近还是得忍住啊，尽量不抱他吧。别跑别跑宝宝。妈第一次给魁宝洗耳朵，两只耳朵又洗又上药，一共花了3分钟。三分钟是什么概念？3分钟你连个汉堡包你都吃不完。再想到他前一天晚上在医院还噗噗窜稀，到家第二天早上就不拉稀了，哐哐干饭，吨吨喝水，是真给妈省心呐。没想到啊，魁宝成了这么多一亿的电子宠物，我肯定会努力多多拍素材记录他的成长的。顺便呢，也把好运传递给你们，祝你们也能早日顺产乖宝。